这一位其实哦，这一位其实也是个哈嘎哥啊，哎呀，客家朋友，该不会是胡瓜胡大哥吧？对呀、啊，哇，我们有这个荣幸呢。对呀、啊，新人就有这种荣幸。对、啊，胡大哥、瓜哥哪有时间来？就是瓜哥都忙碌，就是录影都录很多了。再猜猜看是谁？啊，我知道了。啊，行风行大哥。行风。行风他最近好像都在大陆比较多耶，大陆啊，对呀、啊，罗时丰，什么大牛啊，大牛哥，对呀、啊，他反正他空着嘛，罗时丰最近最近也在拍戏，对呀、啊，而且他的节目当中很忙，拍戏，你们觉得这个在客家频道还有没有一哥？没有了、啊，没有啊，早期也是歌手、哦，早期是歌手，对、啊、以前也是一个团体叫修比都啊。宪哥不会讲客家话，宪哥那么大牌，但也没有 NONO 那么小牌。哦，我知道。哎，刘根红，哎，哇，刘根红好壮的那个，可以吗？不是啦，不是啊，最后一次给你们机会。哦，小马，哎，马国碧啊，不是啦，啊，修比都啊里面那个小马，现在都出外景在做主持人了。啊，那就剩一个了，哎，小张。哎，小钟来播一下，过来欢迎他。Right, that's right. 哇耶！这个帮着我们闪亮三姐妹出来帮忙，真的帮到倒忙了。不，我连唱歌进博金这里，进价很少听你唱歌啊。哎呀，没机会啦。对啊，哎呀，然后你歌唱这么好，起码拢在主持啦。他在修比度啊，他是主唱啊，你不要搞错。几个都在唱啊，对，哪分得出来是谁在唱？丢啊！所以个人独唱才听得出你的声音这么棒。谢谢，而且现在能够那个荣登客家一哥，还蛮开心的。是谁封给你？是谁封给你一哥的？义是那个义工的义啊，义工的义。对对对，哎，其实瓜哥我们也是很尊敬他，是他应该算是客家之父了。之父，那如果那个罗时丰呢？罗时丰就还好。罗大哥现在是我们这个客家的这个演艺工会的理会那个理事长，哇，理会长就麻烦了。他如果行风大哥呢？行风，他可是这个客家之化石啊。所以年轻这一辈，行风是客家猪哥，少年就不会。你讲一哥，其实金价是一哥啊，东虾。丢啊，那个地方没什么好竞争的嘛。竞争力也很强啊，但是你都在努力当中啊。对啊，在努力。对，其实说小时候能够当一哥啊，主要也要有才艺了哦。对呀，我知道你在很多那个电视媒体当中里面，其实模仿力非常的强。对，你要最起码的那种模仿，你要会有。我常常看你模仿一个人，我真的好佩服你。谁？费玉清。费玉清，对，因为我真的看过太多人模仿费玉清了。就说你在模仿这么不像，为什么还可以一直模仿？对吗？其实我觉得模仿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要有自信。对，自信拿出来，最起码就已经有这个80分，对，80分了。对，所以每次我都看到你只有那个80分。不晓得，为兄的我有没有这个荣幸，稍微看一下。哦，翻过来，我还讲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笑话。先讲笑话，再来模仿费玉清，不是用费玉清的样子去讲个笑话。哎呦，更棒哎！哎，我们欢迎费玉清。哎，今天哈。太开心，我参加这个钻石点唱秀。费玉清的黄色笑话让你久等了。有一天，这个包子小姐跟粽子先生，他们两个是情侣。对。然后他们两个就去这个 hotel 开房间，开房间去。然后包子小姐呢，就说跟粽子先生讲说：“我先去洗个澡，洗个澡，你等我。”好，他就去洗澡。然后呢，这个粽子先生就很急，赶快就把他的衣服脱了啊！粽子把衣服脱下，然后赶快把保险套就戴了上去啊！是戴在粽子上面的，对，是。然后包子小姐洗完澡的时候出来的时候，哎呦，哎，粽子先生怎么不见？怎么不见了呢？他就问旁边的这个糯米肠啊：“你有不看到我们家的粽子啊？”不是，有时候你不要讲那么长，要剪也不好剪，这个东西对。弄得你弄得大家很尴尬，别来干嘛？别来粽子，包装上保险套，就像糯米肠一样啊！哎，这个很好笑。他是在你们那个客家频道一哥啊。哇，那客家频道很好混啊。贺大哥，你放心，他在客家频道是不能讲这些，这样子，所以他保持一哥的形象。好了。
真本领要拿出来了，哎，就是模仿费玉清的样子跟声音，哎，选。啊，你铁零八五，快点，快点过来。快点。慢点，稍等一下。坐坐，本来专辑可以卖的很好。慢点，坐茶，慢点。记得罢工，不用罢工，坐茶坐鸟嘛，就站着一点。坐茶坐车回去啊，也不要给他坐车啊。还接下来还有啊，这个失败并不表示永远失败，但是200块给你的意思说，你以后不要再模仿费玉清。好了，房哥和大哥来到这边都不能说吹牛了，真的要来个真本领。哦，安你两回。对对。刚刚都只是玩笑而已，对不对？刚刚你刚刚怎么身份你背出来了？用才艺给你写的呀，多是不是老表？其实我的才艺蛮多，我会写歌或什么的，对，你还会弹琴，拿很多乐器，对，吹口琴什么都会。口琴也会，今天刚好准备了。哦，口琴。不然这样子，你帮我拿着麦克风。好。一般来讲，口琴是用鼻那个嘴巴吹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用你用屁股啊？哦，那特别。我用其他地方吹，我用鼻子，鼻子吹口琴啊。哦，哎呦，无缘无缘，好厉害。这个小周啊，对，他是我们朋友。我到现在我已经发现到你的路线，我已经找到了。什么路线？赶快找李炳辉，没有错。一起合作是吧？李炳辉用手风琴，哇塞，你用彭杰啊？哎，金门王，金门王之二，肛门王。哦，哎，马上哦，哎，这怎么练的呢？就是自己就是想办法一些创新的东西，因为嘴巴吹已经没办法满足我了。对啊，是想一些特别不喜欢用嘴巴吹的。哎，说到嘴巴吹，还可以来哦，还可以吗？没有，这个一定要看。哎呦，这个如同特技一样。好，刚刚是鼻子来吹口琴，一个好好的口琴家为什么要用鼻子来吹呢？对，应该用嘴巴来吹。嘴巴吹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听说嘴巴吹厉害哦。哦，我这是不一样哎。对对对，这金色的比较贵。哦，对，帮我拿。你还买得起贵的？好，听说这一次不是放着吹哦，第一次是不要用手，对不对？对，第一次在电视上表现。哎，我好像看过好几次。啊，塞进去。哦，我靠，多。哇，这个恐怖了。带来小蜜蜂，要再塞一次。再塞一次的，要不要我帮忙？我帮忙是很狠的。好。好，哎，来博下过来一次，哎呀，后头给你们气坏了，哎，那飞机都打给我那个钱。哎，这个不错啊，所以你就特别去练，就对，特别去练，对，为了故意要这样子就练的。哇，刚才这个我就是有的时候批评小钟是开玩笑，其实小钟今天特定的来给他们三个人跨到，谢谢，因为这是一个闪亮的新专辑嘛，对吧？